给你们看一只小菲尔比熊哈，目前已经3个月大了，这是刚洗好的样子哈。你看这毛量，天哪，又卷又蓬松，像烫了一样哈。对，是不是特别时尚？是的，而且显得毛量特别多，多的五官都看不到了哈。对，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皮层。是的，接下来咱们开修吧，看看眼睛是大是小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两个眼睛也太大了吧，像两个黑葡萄一样哈。是的，又黑又圆的。哎呀，简直萌呆了哈。对，特别精致。接下来再把小脸修圆一点。好的。这小脸修的也太圆乎了哈。接下来再把小耳朵修成米奇型的。好嘞。哎呀，你看小耳朵还一动一动的呢。对，可能是第一次修毛，可能有点紧张。估计是。天哪，这小脸修的也太精致了哈，像个假娃娃一样。对，特别萌。特别可爱哈。来看一下品相怎么样。嘴巴只有一指宽哈，再来看一下侧身毛量。天哪，这毛也太好了吧？对，超级好。摸着是不是超舒服？对，特别软。底下体型只有巴掌大哈，再来看一下小腿儿，只有2指高哈，这小腿太短了。对，修好了吧？啊，你修好了。天哪，这小脸真的太好看了。来给我吧，给他拍个美美的照片。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，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。